方圆日前在 NS 大方分享在赛车场的照片，只见他穿着红色的工作服，但退到腰间，里面的贴身小背心还展露事业线，真的是超级性感。照片一发布，网友们纷纷猜测，在赛车场难道是物理郭天王拍的吗？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郭富城以2200万高价购买了一辆法拉利超跑，他日前出席上海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，说明车还有美人相伴，好不开心。6月10日，郭富城兴奋地让新婚全球限量32部的 Ferrari FXXK 超跑跟大家见面，眼看女友方圆随后曲线放闪，微博自拍照里墨镜反射了赛车场环境，让大家知道他在场陪男友郭富城收车，行踪已然泄密。